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林老师李正林。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们看这一张纸，这张纸是教你们形状的，生活数学的形状。小朋友们，请把相同的形状找一找，我们相同的形状找一找出来它的图片。老师现在白板上教一教，你看这是什么形状？圆形，圆形。它的答案是球，所以我会给你们纸张粘上去，把圆形的球粘上去。老师画的有点难看，不好意思啊。它是圆形的球，然后再看第二题是三角形，三角形是。西瓜，我们把西瓜找出来，然后贴上去。这个老师就画，就是这里给你们看三角形的西瓜。椭圆形是，是鸡蛋，所以呢，把鸡蛋画上去。老师画，你们有纸张贴的，然后呢，最后是正方形。正方形的答案是闹钟，是一个正方形的闹钟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小闹钟。正方形的小闹钟。小朋友们，到时候你们自己看这纸张，跟着做哦，拜拜。